从头到尾都很莫名其妙，后面就有一台车追撞，对方就突然喷辣椒水，就是蛮多处是 OK 擦伤。我没有怀孕啦，瘦成一道闪电灵，哎，我看真的没有。其实老实说，因为整件事情我也是老实说，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。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是下午，我就是我家附近那边就是一个转弯，那时候我们要停红灯，然后我们是停第一台车，然后红灯在转绿灯的时候，因为刚起步一定会比较慢。哦，不可能起步像跑车一样，轻舞就出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起步比较慢的前提下，就是后面就有一台车追撞。那追撞，想说应该因为一开始都很 peace 没事啊，追撞之后，那个就是 Tom 就先下车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先下车，哎，看没事啊，你有保险吗？其实一开始前面都好好的，对。等到报警之后呢，就要等警察来嘛，所以我以为没事了嘛，就是想不到，就是说，其实，在感觉上好好讲的情况下，就是。对方就突然喷辣椒水，对，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，因为我整个感觉都会觉得是说，整件事情我都觉得很超级无敌莫名其妙的。再怎么样，因为也不至于严重到动手打人这一回事，真的啊。然后一切现在就是警方在调查嘛，我也不想要把人想到最坏还是怎么样。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我平安健康，好不好？我平安健康啦。我没，还有我想，我没有被打，就是对我男朋友 Tommy， 他其实就是有一点，就是有没有受伤，一定有嘛，因为被打嘛。其实我觉得，我说真的好不好？因为我当下其实我是真的蛮生气的，因为我觉得从头到尾都很莫名其妙，真的。可是他 IQ 跟 EQ 能力很好，他会觉得说他也不还手，他会觉得说就他有防，就是这样挡住啦，所以就是还好，就是有 OK 这样子，就是蛮多处是 OK 擦伤啊。现在我又觉得是说。希望大家好不好可以平安健康，我也是觉得蛮莫名其妙的。我没有怀孕啦，瘦成一道闪电灵，哎，捶肚子，我看真的没有，吓谁啊？没有，那已经瘦成这样，你都没有肉了。那个标题，它是那个标题是爱的结晶是头发。好嘛，不要乱讲！哎呦，我每个月都会换我的结晶啦，因为我很爱乱搞头发。你们不觉得我发色又不一样了吗？哎，没有啦，好不好？我是不是外套要脱掉证明一下是真的没有？吼，我真正是哦，我已经生到像德哥啊，你会知哦？你知道德哥不？我需要人给我遮盖。